所以这是二宝喽。哦，有站在那里，哎，对，小多了，好可爱。嗯，所以这只应该它就是已经会飞了，是不是？哎，你看一下。已经会飞了，飞行技术不好。可能。第二只呢，他们的用个命名来说二宝，它是一大宝飞出来，飞到了这个，对的。那前几天啊，二宝应该想学，后来那还不会，你就后来掉下来。礼拜三就掉。掉下来，因为它有翅膀，所以有羽毛，也是还没有直接落地。哎呦，他还看啊，有东西飞过去，他也是望他一眼。那一只吗？那個、对，我看得到那一只。那它的头那边往右上方切有一个草，头是白白的，有没有？而且它可以转360度。没有360度，它不是在那个白点的上面吗？对，白点上面有一个比较长的草，有没有？单独那里。飞了，哇！哇，水！
看这个。对。哎、欸，老婆你也看，哦，你看，还清楚了，哦，谢谢你。见了，见了，有。这家，这打多少鱼呗？哎、欸，他现在在录。我现在在录。没事啊。这只好像还不会飞，还不会。对，那这两只稍微已经飞出来了。这样冷静啊？这边一只，然后这一只看不太清楚。这山头下这个平衡平的有一个，哎、有一只在那边探头的，有个白点在那边动。就这个山壁下来，下面有条直线，在那个交接那里。有草那边。草，你就看那个山壁有一条直线。哎哎，直线过来，直线就碰到墙壁那里。墙壁，对，有个白点在跑。叮，足叮狂的呀！这只，这只又无去。